破盏纸，清空线，一起初见时间，弹指间一万年，他们不负当年。整年少，当自强，奇怪都是演练，斗罗大陆展开新篇章。天空中遨游的神龙，悄然睁开了眼眸，毁灭之源的尽头，那便是无尽希望。从来不是自己一人守护着一片领土，美丽不代表着脆弱，柔情似水会梦想。三声定风铃铛，叫嚣玲珑坚强，凝眸仙冰之眼，修罗之头涌现，黄宁殿吹号烟，龙蝶霓裳耀眼，绝世唐门一宿梦一场。一天中秒针眼，回忆起泪水连连，随着时间繁华迷眼，我未曾多加迷恋，因为尘世有你相伴，只想大声的宣言，唐门永远流传。老板，地图怎么卖？一块钱魂币。再帮我拿一点鱼干吧。好嘞。你买干货干什么？看起来又不好吃。你记住，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游客，你出来旅游不买特产吗？你好，我想租一艘船。租船？我看你还未成年的吧，知不知道海上有多危险？姐姐，我虽然年纪不大，但也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，我现在急需一艘货船，至少要装载5000公斤的货。你要做海运生意？去哪儿啊？去东面的天马港，您报个价吧。那至少需要1200斤魂币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钱不是问题，你帮我找一艘安全性高的船吧。行，我给你看看。玄子，咱们史莱克独立于各国，现在插手日月帝国的事，是不是不太合规矩？日月帝国公然囚禁参赛队伍，本来就破坏了斗罗大陆的规矩。日月帝国不择手段，就怕那些邪魂师已经全部出动了。那帮家伙没有这么蠢，邪魂师本质逐利，在日月帝国胜算不大的情况下，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。而且我们这边不弄出点动静，怎么给宇浩他们创造机会？这应该就是高空探测魂导器了，来得正好。这动静也太大了吧。你要招来多少人呢？越多越好。什么人？胆敢擅闯帝国边境？就来这么点儿啊？啊，就从你们开始吧。重力控制。飞车精神就控制了。好久没用这招了，效果还不错。接下来就要巡查边境了，大家辛苦一下，一个军营一个军营来吧。废物，死伤将近400名魂导师，还有大量魂导炮阵地和军火库被破坏，边境军是干什么吃的？来人，请国师进宫。是。我又没抓史莱克的人，他们瞎掺和什么？史莱克学院虽然不属于任何国家，但毕竟是魂师的精神领袖，我们抓了那么多魂师宗门和魂师学院的人，他们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
他们现在只在我们和天魂、星罗两国的交界处行动，随时都有路可退，实在难缠。陛下忘了，我们可还有一批九级定装魂导炮弹，有对地的，也有对空的。你是说？还没有魂师真正体会过九级魂导炮的威力呢。逃避下去了，我必须亲手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还真是连只苍蝇都不放过。这么说啊，日月帝国这次做了万全准备，城中到处都是探测魂导器，城门关卡还有魂力探测魂导器，魂师根本进不去。这都几个月了，怎么还这么严密？要是连城都进不去，我们还怎么救人啊？只能随机应变了。麻烦，直接杀进去吧。要去你去。宇浩，你刚刚说随机应变，是有什么办法吗？这种情况我早就料到了，所以没有机会我们就创造机会。这样真的能行吗？都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，不接受检查的直接逮捕。你们几个过来。哎呀，终于到我们了。过来点儿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大哥，这个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啊？没事的，只是扫描一下看你有没有魂力，不会影响身体的。哎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你人真好。妹子，你哪里人啊？啊，我们是从明都过来探亲的。我记得之前来都是直接进，怎么现在查得这么严了？嗨，最近城里出了点事儿，麻烦死了。你们一起的吗？都过来吧。大哥，你真是我见过人最好的军爷。你不知道，明都的军爷都可凶了。是吗？啊！城门出事了！快关城门！关城门！大哥，我们怎么办？别管那么多了，快进去。谢谢大哥。我的妹子。什么情况？是几只骷髅都击毙了。骷髅？你确定没看错？他们都进去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。排好队，接受检查。魂力波动，零。下一个。用精神力封印魂力，果然可行。
庆幸这一路相伴的眷恋，三生有缘我们分离再相见，默契重现一眼万年新的交换。